林子伟这个球在右外野方向打得相当的高，非常的深远，右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林子伟的低分打点，太好了，哇！2012年，我一个人离开台湾，前往美国展开我的职棒生涯，每天周而复始训练比赛，训练比赛，为的就是有一天可以登上大联盟。然而我努力的付出，5年下来平均打击率只有2成多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那块料。球团的期盼，球员的竞争，巨大的压力，让我感到恐惧与害怕。正当一切心灰意冷，想起小时候阿公带我去教会，他告诉我无论何时都要依靠上帝。为什么会刺这个耶稣在手上，提醒自己说耶稣有在帮助我这样，然后就是不断的跟上帝就是祷告说话这样子。他让我想起打棒球的初衷，压力变成了助力，平静勇敢的面对球场上的竞争。背号73号的打者在73台打出安打，林子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第二分打点进来了。神让我重新站立，我是林子伟，